你说他什么？他什么？他叫他那个猪血糕丢弃。对啊，那他就是等一下就进来那边，你会听到吗？我也不会等啊，这是他率性的那个啦做法。来，你再过去一点。解冻，然后煮瓦斯炉，锅子拿出来放上去，倒来吃。吃饭热的时候你也要搅拌，对不对？要挑起这个战争嘞！你们挑起对吗？床友们，吃姜母鸭，就当他不吃肉呀、啊。对啊，有肉吗？有啊，下面有肉。赏我肉肉，还有肉。受伤的温楚。你这样戴个鸭舌帽也是挺有态度的。嗯，你说这里啊、哦，最底下那里啊、哦？对，不要给我。这边放吧，我哥这样发展哈。那我几百年来就是一次。每次都是他被怀疑。Sorry， 小帮手。要不能走。
所以还是我们下次再来煮粥好了，觉得怎么样？要啊，我也没吃到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就是把那个阿文先放，直接丢掉。你不忍心是不是？要是我跟。是露营哦，野营，对，也不用洗澡了，蛮不错的啊，第一次的体验。